你说一，这时候跑到哪儿去了呢？哎，哎，我说老林，你这身子可是不能耽搁，赶紧上医院吧，别到时候孩子没事儿，你知道出问题了，老陈。 谁呀？那个我是晨曦啊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你怎么那么不让人省心呢？怎么了？我在飞机场呢，我要去巴厘岛度假，别烦我了。关键时刻谁都不靠谱。是是是。多少钱啊？神经病吧你！跟哥假正经是不是？ 啊！假正经，你才假正经呢！你们陈家都假正经。我假正经，大半夜我在这站着，你跟哥是多少钱啊？别又跟我说那晨曦加班去了啊！当我不知道呢，有个漂亮姑娘陪着，我定在哪儿猫着呢。我跟你说呀，就我那儿子，别人不知道，我跟你说，我最了解他了。 他除了那徐志清，我跟你说别的姑娘正眼看都不看一眼。哎，你别说，那丫头啊，可比你齿情漂亮。不是老姐姐，我这好心好意说要帮你收拾摊，你怎么回事？怎么就说这种话，这么让我添堵啊？怎么回事你？堵什么？我说实话呀，您这是会不会聊天？您说您会不会聊天吧？哎，该找我发财，又来俩食客啊！我那儿还有两碗面条呢，正好卖了。住住住！您看什么呀？请你坐坐。哎，干什么呀？我不认识你。你怎么不认？天都这么晚了，咱俩不是一对儿，咱俩也不能在一块儿是吧？哎哎哎，这我闹着玩呢，闹着。阿姨，啊，这是我身份证，干嘛？我不认识这个
叫什么名字？出生年月日。对。是啊。你说呀，说说利索点儿。说呀，你还说我们是一对吗？说。小子，你有胆你别跑！嘿，嘿，你把我们这祸害摘来了！我跟你说，我们那红旗都挂了18年了，这简直是……他要不瞧瞧咱俩是谁？真是，我给你，我还挺害怕的。这，我告诉你啊，就是他，刚才就是他。他谁啊？在晨曦怀里头哭呢，我看得真真的。你跟我，
你跟我们晨曦什么关系？关系不一般。哎，怎么个不一般呢？不是那个，打住！咱们这样啊，那晨曦也不在家，这会儿呢，你赶紧在我那儿歇会儿，有什么话呢，咱们俩人聊聊啊，慢慢说。来来来，走。歇会儿。你让他说清楚了，怎么不一般呢？拿住！这几点了？怎么我家的人怎么一个也不回来呀、啊？奇了怪了！哎呀，太奇怪了！妈。回来了，那个晨曦呢？把他给我叫出来，跟他对质。你不是在婚口吗？没看着呢吗？他能从天上飞回来呀、啊？那谁，那月静回来没有啊？你说是看朋友上医院了。这怎么该回来的一个都不回来呢？大姐，是您把我带回来的，可不是我非要来的。那你这孩子还挺机灵。呀，闺女。你是谁呀、啊、奶奶，我跟晨曦我们俩很熟的，本来今天晚上我们是在一起的。哎，不是，你们俩在一起、哎、你们喝酒了，喝酒之后呢？哎呦，我这混蛋儿子呀，脚踩两只船，这个混蛋呢！哎呀，你别着急呀、啊，有话慢慢说，也许两个人有什么隐情呢、啊。不对，哎，不对呀、啊，不对，在公汽车上，你看你男朋友劈腿。你哪有男朋友啊？我跟那个渣男已经彻底分手了，晨曦比他好多了。哎呀，你也看出来了。哥，我孙子比一般的男孩子都强。哎，你眼力真不错呀。啊，闺女，长得多漂亮，多好看呢。啊，之前啊。晨曦的新房子。就是这东西，就是这个东西呀。嗯，关键问题是这徐芷晴，她不想跟晨曦结婚呢。晨曦买这婚纱干什么？啊，她买给谁的呀？是给徐芷晴，还是饥不择食，给外头那愣头青买的呀？绣的呀，真好看。哎呀，你，哎，我说你不是，哎呦，哎，晨曦姐，不是我问你啊，你怎么认识他的呀？啊，还有就是他跟那个谁晨曦，跟晨曦怎么回事？他俩什么关系啊？行，我坦白交代，哎，争取宽大处理。就这婚纱。咱儿子是买给谁的？是买给芷晴还是买给他的？这我哪知道啊！要不你让他试试，要是不合身，那就不是给他的呗。
人家怎么说他跟那闺女就关系不一般呢？你得相信我们爷儿俩，他们俩就喝点酒，没干别的。啊？晨曦会喝酒啊？不是，这姑娘喝的，咱儿子没喝啊，干陪着呢。啊、哦，真的假的？不能比24K 金再真了，我要说半句假话，这辈子发我没烟抽，好吗？切！哎呦，晨曦呀、啊，你可回来了！哎，刚才那姑娘不是跟着你走了吗？怎么大半夜的自己又找到你们家来了？哎！哎，陈月静，刚才你不是说你送这姑娘回家的吗？那这个怎么说陈曦跟您一块走了呀？陈月静啊，陈月静啊，你可千万不能错打了主意啊！就那姑娘可不如你原来那女朋友齿情好啊，大半夜的跟外边还溜达呢。啊，后边还跟着那个不三不四的人，还愣说跟他是一对儿，啊！你说急得他把身份证都掏出来了。这要不是我跟你妈给见义勇为，这还不知道出什么事儿呢。我觉得您呢，当事业警察当惯了，哪儿跟哪儿啊？人那姑娘跟飞机上待着呢。说什么呢？还飞机上呢？人回你家了。不能扣！刚才那姑娘还说呢，跟你的关系呀、啊、很不一般，一个大姑娘家啊，总不会自己不留点名声吧？要真是没关系，哎，怎么谁都不去，偏上你们家去啊？不能啊！不，您说哪儿跟哪儿的话。再说了，就算我打算换女朋友的话，我妈也得同意吧？我真给她定一儿媳妇，她不得把我腿打折了？真是的。我瞧着你这两条腿呀、啊，快保不住喽！我告诉你、嗯，你妈要是真发火啊、嗯，你还像小时候那样，还往大妈家跑啊？行，我掩护你。行行，好的。哎，妈。哎呦，大毛大妈呀、啊，就我儿子两条腿呀、啊，用不着您操心。就是。去，回去跟我说清楚了，你跟那闺女的关系怎么就不一般了？奶，什，我怎么听不明白您说什么呀？婚纱你买都买了，穿也穿了，关系能一般吗？啊，不是，跟你说，这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男女关系。滚去！哎，你什么男女关系？不是，您说这话说推。晨曦，你回来了。你刚才给我铺床的时候，那胶囊都没打扫干净就溜走了，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、啊？宇哥，是那个姑娘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家是规矩人，你知道，我们特别要脸面。真的，你要跟我儿子没关系的话，这样啊，真的，您请您快回去，省得街坊邻居的说我们闲话，行吗，姑娘？别。这么晚了，不安全。什么时候了？这安全不安全我顾不上了啊！我真的顾不上了，我得为咱家脸面着想。姑娘，那个我问你啊，你爹妈在北京吧？你呀、啊，你在哪儿住啊？摆什么手啊你！哎呦，你不是慧芳、啊，这样不是这样，让咱们给他找一个旅馆，咱也算仁至义尽。我送。啊，慧芳啊，这深更半夜的你，这是女孩啊，你往哪儿撵呢？住奶奶房间，奶奶不嫌我，奶奶喜欢你。你看看，干嘛呀？这么欺负一个女孩啊？别哭，孩子啊，别哭，奶奶留你，跟奶奶一块住。奶奶，你看现在我也是晨曦的女朋友了、啊、这婚纱也给我买了，我也穿给你们看了、啊、今天晚上我就留在这儿不走了，行不行？行，奶奶答应，奶奶答应。那个，哎，我问您啊，您什么时候成我女朋友了？
您乃至耳朵听说这婚纱是给您买的了？这婚纱不是给我买的，是给谁买的呀？你看这腰，这肩膀，这裙长，严丝合缝儿。你说是给别人买的，他也得相信呢。晨曦，你刚才跟我求婚的时候，我跟你说，我刚刚跟男朋友分手，还没有想好。现在我想好了，我就是你的未婚妻，你要守承诺啊。哎，不是你，我替你呀、隐瞒不了了。不是晨曦妈，你看啊，人家啊是天上掉馅饼，咱家是天上掉媳妇儿，这都是晨曦惹的祸。他求婚的事儿，我听得真真的，哎，就得打陪他。不，你乃至耳朵听见我跟他求婚了，你乃至眼睛瞧见，说是我，你这哪儿搭呀？人家家都是坑爹，您这怎么坑儿子呀？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，月亮它代表我的心。你看，阿姨跟奶奶都是明事理的人，你就承认了吧。毛大妈，回头请您吃喜糖啊。行了，都散了吧，我回去换衣服了。哎，您还没回啊？你屋里坐会儿。这。我肚子疼，该我活该的，甭管他。哎，我肚子疼啊。饿了吧？啊，对，饿了。啊，让你妈妈给煮点面。哎，行，西红柿鸡蛋的吧。哎，我说呀，媳妇儿啊，你就是三堂会审也得让孩子吃饱饭吧？啊。哎呀，走，做面去啊！哎呀，听话，走。哎，做面去。真是，走了啊！谢谢妈。走。爸，哎呀，留步哈，您也留步。坐了，有什么话说。爸，他是要唱哪个出了？我答应某人一个月之内不能回临时文化，而且我还需要时间给包子买墓地，等买好墓地我就撤，保证一切回归原位。你先把这婚纱给我回原位。不是，您这又是什么意思呀？他是怎么着？贿赂您了？您怎么就帮他就当帮凶了？瞧你说的，你爸的意志是坚不可摧的。哎呀，不能随便转移。明天啊就进医院做手术啊，让咱们呢先把这丫头啊给稳住了，别到时候再一松手出去了，万一出事儿，那就不好了。不是这个咱也得是咱们家管啊，那咱们家怎么办呢？毛大妈已经知道了，对不对？你说她那张嘴您又不是不清楚，我妈脸皮又薄，而且她心里边想的是什么呢？他的完美儿媳妇是薛芷晴啊，你这东西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。芷晴啊，你妈跟你啊都一样，你看那芷晴在咱家有吃有住的就觉得怎么着了，其实呢你跟你妈害的都是单相思。什么叫单相思？我们是正规谈恋爱。
都练了十年了，人呢？哎，他什么时候出的院咱都不知道。你妈给他打电话，他就是不接，不接，是吧？恋爱。我说，你们是不是真分手了？我早料到这天。不是，我们分是说分，说分不是真分，那是他气话呀，对不对？再说他现在人家是换了新工作单位了，跟那儿封闭训练，封闭训练人家是不能接电话。你这不是？我说儿子，你别忘了，你爸可是侦察兵，我和你奶奶看得真真儿的。你和芷晴啊，也就是兄妹的缘分，是吧？就只当咱家养个闺女吧。啊，现在呀，别扯这些。我让你呀，把这林佳怡先给我留住了。我凭什么留她呀？怎么着，徐芷晴你们不认，你让我把她留下，你让我跟她还怎么？这不是，我不想让你把她怎么着。你想怎么着啊？爸也不答应，是吧？咱呢，必须得出头。你看，这林佳怡今天出去，就碰上一次坏人了。你愿意让他雪上加霜吗？我不愿意，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也不愿意。但是这样的话，好，我没问题，好歹给我一清白吧。我凭什么背这黑锅扣这屎盆子呢？这么着吧，我现在去跟我奶奶把这话一五一十跟她说清楚。别！儿子，你要是跟你奶奶说，就等于跟你妈说了。你妈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是吧？她要知道你跟这林佳怡没啥关系，那她铁定的为了咱们家的名声，或者是林佳怡的表现，她一准的把人撵走。今天不撵，明天也得撵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事到如今呢，咱们爷俩啊，就得把这事情做到底，帮他一把，也算是帮他爸一把。等他走了，咱再跟你奶奶和你妈负荆请罪，啊，反正现在芷晴还在封闭室训练呢，你这边的事儿，他也不一定甘心。他爸不是他亲爸，管得着他吗？养了25年的闺女，能看他走进绝路吗？他爸现在身体不好，顾不上了，就托给我了。你是我儿子，你得帮我呀。这他们家事跟咱，那我要帮着这事儿的，那我出去，人家指我脊梁骨，说我是个负心汉，说我是个渣男，说我是个劈腿的。您当爹的有什么好处呢？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何况啊，这林佳怡呀，还是挺仗义的。哎，以后他会帮你澄清的。陈一进。你过来一下。哎，你妈找我过堂呢。哎，这话怎么说？词儿你自己编，记住了啊！受人之托，重人之事。不是，不能不仗义。不是，来，爸。晨曦，你商量好了没有？就让我留在你们家吧。今天晚上我被那个坏蛋都吓坏了。不行，这事儿我真管不了你。你要非说让我帮忙，成。我东四环边上有一套小户型，您去那儿，委屈您一下，忍一宿，成吗？或者说您想住多长时间都可以，我一分钱房租不收你，你愿意住多长时间住多长时间，成吗？不，我一个人住害怕。哎，你就让我住一个月，就让我住一个月，多一分钟我都不待。不是我不帮你，你不知道我妈那人眼有多毒，嘴有多刁，你知道吗？您别说一天半个小时，您就全招了。到时候不是说我帮着，我想帮都帮不了你。只要你不揭发，他要是揭穿我露馅了，我立马拎包走人，绝不耽搁。好好好，行。往好处想啊。我孙子肯定是个负责任的男人，跟那些个只谈恋爱不结婚的男人根本不一样。哎，有一句什么话来着？儿子，就说好像说，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，一律是流氓，是不是？
你亲个妈，我孙子他不是流氓吗？不对。什么呢？来，你干嘛？我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儿。怎么了？我呀，我跟你说，我绝对不能让这姑娘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进咱家里门。你给我站住！我有事你就待在这儿，我去审审，你休想串供。有必要吗？有。不是，这要判个无期，他也没必要这么连轴逼供。早晚得露馅儿。啊？啥馅儿？饺子馅儿。不是，这面条不是饺子，尝尝。好了。你先等会儿。你的身份证呢？拿出来让我看看。身份证。嘛呀？你要干什么呀？我看看你家住哪儿啊？我有时间去拜会拜会你父母。我们家早就不住那儿了。那没关系啊，不在那儿住没关系。这雁过留痕是吧？我正好呢跟街坊四邻的聊聊天，我好深入的了解了解你呀、啊。我跟你说，走群众路线我特擅长。好。我那身份证。我昨天不是给您了吗？对，不是，你开始是给我了，可是后来我不是我还给你了吗？哦，对，还了。对，他还给我了，我还给你了。那我找。找，别丢了。这从钱包里，我看你从钱包里掏的。哦。钱包，哎呦，真紧！哎呦，你别着急，慢慢的。哎呀，他就丢三落四，我找吧。一向子永远都是，一天到晚马大哈。哎，真的，怎么就找不着了呢？哎，钱包，赶紧捡一下，来，捡一下，钱包掉地下了啊。那个我妈要看林佳一的地址，好查查他们家住哪儿。对。哦。啊，是身份证，说是看找身份证。对。啊。哎呀，找着了，在我这儿呢。哎呀，你真是的，你给我不就完了吗？这是身份证吗？这什么莫名其妙的卡呀？这是。看看钱包里有没有。是钱包吗？就是根据钱包，我昨天干的，从钱包里掏出来的。这天哪，没有啊，这怎么回事？这身份证这能长腿自己跑了呀？阿姨，你找着没有啊？没有啊，你真是，你看看包里有没有？哎呦，你真是，见我儿是老的了，真的没有。你爸爸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，学着点吧。哎，真是。这里会不会夹着？啊，这没有啊，这没有啊！你看，真是奇了怪了，怎么就没有了呢？哎呦，坏了！那会不会落在毛大妈那儿了？有可能。你坐下。没有没关系。你把那家庭住址告诉我，你家住哪儿？
您挺嗨的是吧？啊，您是怎么着，在我们家这儿，你以为拍谍战片呢？玩起来了？别买了，我告诉你，仔细清楚啊，倒计时29天半。安全到我们家了，啊，你就放心吧。哎，好，你该做手术做手术，是吧？孩子的安全你就绝对放心。虽说我们家有个儿子，但是我儿子心里边只有徐芷晴，对林佳一不会有什么想法。哎，我可以拍着胸脯子跟你说，你放心就好了，好吧？干嘛呢你？又鬼鬼祟祟的。哎，对了，就是那个，我给毛大妈打个电话，提醒她呀，那个她那个营业执照到期了。他门口说一声就完了，干嘛还打电话费2毛钱？不是，我得避嫌呢，我去他们家。回头你再审我半个钟头，我觉着花这2毛钱挺划算的。他毛大妈。我至于吗？哎呦喂，我这当年的侦察英雄啊，怎么在老婆面前就一点英雄气概都没有？命。林佳一啊，你要住这儿也行，那这样，你睡奶奶那屋啊，我还是睡晨曦那屋吧。不是你这么大一姑娘，你怎么不讲究害臊呢你？阿姨，这按道理来说呢，我是该装个害臊什么的，可是你得跟着实际情况来呀，是不是？你说我们年轻人跟奶奶作息时间不一样，更何况晚上我又需要很多的时间，我要思考，我睡不着，那不是打扰奶奶睡觉吗？我还是睡晨曦那屋吧。您要是实在不愿意的话，我不介意让晨曦睡客厅。啊，这得成，没问题。不是，我没明白这个路子，你是说你睡那屋让我儿子睡沙发？别这样，你婆媳之间争啥呀？我做决定啊，那个我孙子搬这儿来住，睡沙发，你住我孙子那儿，好不好？我决定了啊。那个他妈，你听我说，那个哎，这被子，听奶奶的，这个什么？哎呀，我没事，我住沙发怎么了？我睡客厅不是挺好的吗？对不对？我住沙发，我凭什么睡沙发？不凭什么呀？因为电脑在你房间呀，这是我生活基本条件啊。电脑还是我生活基本条件？那没辙，在你死我活这场战役上，我只能选择我活，就这么定了啊。哎呦，嘿，你。什么事儿？哎呀，儿子，我心疼你啊！白天送快递，晚上还得被你妈过堂。把水喝了，睡前喝杯水，有助睡眠。我凭什么喝呀？您准是什么事儿？对不起我。哎呀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在水里边放了点安眠药，这孤男寡女的住在我们家这个小地方共生存，我怕你犯错误。你是我亲妈吗？我没见过，我就听过旧社会说是卖儿卖女，
您这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？您给您自个儿子碗里边下药？您要干嘛呀？您这是？儿子，这荷尔蒙的事情吧，他说不好。您有的时候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呀、啊。我凭什么我跟他发生荷尔蒙啊？您瞧他长那样，一双眼睛占了半张脸，我凭什么跟他发生荷尔蒙？这开什么玩笑啊？这是。哎呀，那就这样吧。你呀，给爸发个誓，不能胡来。他胡啊胡来呀，你坚决抵制。好，我跟您发誓，我跟您发毒誓，我要是跟他胡。晨曦，喂，过来一下。妈，你妈说给我这个新的被褥、单子什么的，我不会铺啊，给我铺一下。您自个儿睡觉的物件，您让我给您动手啊？我长这么大，我就没铺过。你帮我铺一下，我学一下，不行吗？哎呦天哪！天大的笑话！您是女孩吗？这儿都给你弄好了，一个女孩家的，说连自个儿铺盖都不会弄。哎呦我天哪，真行！啊，行行行行行行，算了算了，你不用弄了，我学会了。看，你看看这。哎，你们这被褥是新的吗？那么大味儿，一股樟脑球的味儿，还有这睡衣，这男款女款的呀，颜色也不好，穿着那么难看。我们家没女儿啊，就算男款，这也不怪我们家人，对吧？所以麻烦您，您受受吧，啊，辛苦您了。当然了。如果您实在是瞧着这屋不顺眼呢，奶奶那屋挺合适的，地儿大，对不对？老太太又稀罕您。我知道奶奶喜欢我，我也知道你的意思，可是去她那屋，我就等于穿越到古代去了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你不知道我们两个作息时间就不是一个半球的呀。得。您倒图方便了，那您是把最大的不方便交给我们是吧？方不方便就一个月。啊，得得得，大恩不言谢，我领情行了吧？您又怎么了？哎，你凭什么扣我照片啊？我晚上睡觉不想看见他，我不想让他看着我。我怎么了？长得怪吓人的，哎，一张脸都看不到一只眼睛。你太伤人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出幺蛾子的话，我照样把你扔大街上。还站在这干嘛？我换衣服，出去。